为什么你红了三十年还不过气？为什么三十年后我还是买不到你的票？欢迎光临，小姐你好，想要喝什么呢？我要一个金桔柠檬。好的，没有问题，30块。你好，欢迎光临。真奶。真奶吗？好，没问题，你要先坐，稍等哦。你东西掉了。嘘，我出来透透气，你把我当做普通人就好了。嗯，你放心。嗯，我觉得你超普通的，我一点都不喜欢你，我更不是你的粉丝。这个是我刚刚中午的时候，我同事帮我 download 的，嗯、唱的好好、哦，也不知道是谁唱的。我也觉得蛮好听的。嗯，我把它关掉，换一个。哎，我可不可以跟你拍个照？虽然你觉得我很普通，不是我粉丝，我能拍吗？可以。好。对不起，我有点紧张。嗯，可以了，谢谢。好了，可不可以麻烦帮我签个名啊？好，来，谢谢。哦，可不可以麻烦再帮我写？林真心，双木林，真心诚意的真心。林真心。嗯。那今天晚上你去看演唱会吧，是吧？你怎么知道啊？没有，我的演唱会叫《真心爱你》，所以你怎么样也要去。可是我买不到票，你演唱会的票买光了，都爆满。你打这个电话，我工作人员。那一定要来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记得哦。华给我这个电话，他应该有交代你们吧？我的名字叫做林真心。林真心。麻酱面，麻酱跟面还是分开放吧。演唱会很快就开始了，你们期待吗？我很期待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很努力地去促成这一次的演唱会，他想完成自己一个年轻的生活，为了他的初恋情人。我很喜欢他们的故事，这一次的演唱会也希望送给所有真心爱过的